嗨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。这是一款模拟超市购物的小游戏，你可以根据购物清单享受超市购物的乐趣，不过我们需要合理的买东西。欢迎光临。妙妙，能帮妈妈买东西吗？好啊好啊。选择一个小推车吧。要买这些东西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需要买什么东西了吗？熟食区。逛完超市，我们肯定会饿的，得去买一个汉堡吃。太棒了。汉堡里需要有番茄、香肠、芝士。太棒了。玩具区，要买的玩具可能就藏在里面，找找看吧。我要开始动手翻找我的小车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的玩具，都要把我的小车埋在了最下边，快把它们放到一边去。你好厉害呀。零食区，找到要买的零食吧。快去买一点巧克力还有糖果。把巧克力装满我们的小粉盒。你好厉害呀。现在要开始购买糖果了，不过糖果不能多吃哦，会长虫子牙的。你好厉害呀。化妆品区，请选择需要的化妆品和首饰吧。帮助妈妈买一个腮红吧。哪一个好看呢？可以先在试妆员脸上画一下。你好厉害呀。选一个好看的给妈妈。鱼区，快捞到需要的鱼吧。快抓住小螃蟹。哎呀，网被弄破了，再试一次吧。你好厉害呀。太棒了。东西都买到了，去结账吧。你好，请你把商品放到桌子上来。汉堡、小火车、糖果、巧克力、腮红、鱼。您好，需付25元。把钱付给店员。找您5元。我们把零钱收好。谢谢惠顾。拿好小票，这是奖励你的抽奖券。抽奖哦，快把抽奖券放进去吧。我们猜一猜会获得什么奖品呢？砸彩蛋了。哇，收集到新的奖品咯。好开心，是我喜欢的食物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的游戏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跟向日葵去超市买更多有趣的东西，请关注我们的栏目可乐姐姐玩游戏。我是向日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